上来一道大波浪，要把这两个人拴住了，一下他抽就住了。虽为正啊，啥正快，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同志把羊不拉一边，他说你干我干，你干一下撞树，再来撞着一个树，我一扭脸，真的赢没了。啊，现在水位就上到这了，这个水位已经上到就到这个地边了，这个水位从河到这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方了，就在这个树上，啊，水位往上上升。我这儿一槽一槽一直往上提，可是这个波羊从这个放的趴这儿睡了啊，哇，从这儿过来，可把树俩树再扔，一槽从这儿走了，树把它冲走了，就这样是吧？啊。起了个大浪，就把他给卷走了。啊！主要就是水那个大石头挡住那个水了，也想个挡住水，那个浪起来了，大浪起来给翻走了给。老弟儿生了病了，生了病了，咱跑老弟儿更伤心了。19天19号上午正的出来。啊，对。下午第二天就走了。刚出了结果是吧？嗯，下午就走了。爹娘一辈子也没好过了。他指望岁数到了，指望他那么样的，他说走就走了，丢下媳妇跟孩子，家里边时光不能过呢。财产没了，我不还不心疼，就是没了这个人了。羊冲走我也不害怕，就是没了这个孩子了。我不理，那个人挺不理，两腿疼。现在还有人在外边找，亲戚朋友还在外边找的，到现在还没有一点线索。我就坐到河路边儿，那个路那冲水在那儿哭哩，不敢回家，没法见的爹娘去，这不这的不敢回家，这两个指头没有了，就弟弟的遗体就是这样子，就这样子，这两个已经光骨头了。
这两个这个厂这个乡市。丁恩要是确定了，然后就把弟弟悄悄地埋到家里边吧，把弟弟悄悄地埋葬了吧。父亲不敢给他坑了，怎么着？他已经病情太痛苦了，再思念儿子。如果再看见儿子那个他儿子那个惨状，更痛苦。挣的钱都给了弟弟了，给了儿子了，让儿子买羊，买羊水把羊也冲走了，弟弟也冲走了。这边父亲这边得了癌症了，那医生说得治呀，用这个化疗什么的得50000块，那么得治。我母亲说要不了回家吧，没钱了，不能治了。医生说要是回家的话，甚至很快，甚至没几个月。